候呢，都会打包一份 nasi lemak 在手，然后就吃。相信呢，大家每天都会把它当成早餐、晚餐、午餐来吃。最近呢，麦当劳推出了一份 burger nasi lemak。以前呢，麦当劳都是推出一些 spicy chicken vanilla， 在马来西亚没有什么特别，比如说在泰国有猪肉的那个汉堡，然后在别的国家有别的汉堡，就是代表他们国家的 signature。而我们马来西亚没有，但是这次终于有了，也就是 burger nasi lemak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试吃。但是不只是试吃那么简单，我们要挑战。今天我找到一个挑战者，就是 Appl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 Apple。我是 Orange。喵喵喵喵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挑战一分钟里面吃掉这个。一分钟。加油啊！吃过吗？我是没有吃过，你呢？我也没有吃过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我们人生中吃过最特别的 burger， 先看看它里面有什么啊，好香哦，大堆下哎，哇，它的三八很多哎，真的超多，而且有 cucumber， 在那些冷面里面该有的材料都有，有鸡蛋，我最爱的鸡蛋 ，onion， 然后还有很大块的鸡肉，对，很大块的炸鸡肉，炸鸡肉，炸鸡肉。我是觉得一分钟吃完有一点难度，如果一分钟里面吃不完呢，我们有一个小惩罚，薯条塞进嘴巴里面，看能塞多少就塞多少，塞到满满，然后拍一张照片 po 上 Instagram， 完成吧，完成吧，我觉得我上了贼船呀，准备三二一。八色凹色，哼，我一次完了你讲。哇，这样厉害呀、啊！没有凹色的时候再来哟、哦。来呀、啊，看你呀、啊！哒啦，就是这个。哒啦，条，还要塞到满满。不可以假假的、啊，一定要真真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到我们。